有些人他就是家里养猪啊，有些人他在家里养猪啊。说他今天做的时候啊，挺好啊。对啊，就猪肉真的很好吃，特别这么小的猪肉啊，但是很小。越南猪肉也很好吃。吃完你看过啊？有越南猪肉，不小心啊，把它吃的不行，就觉得挺好吃。